我的诉求就是，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政治迫害，无罪推论。在还没有被判刑之前，我们都有权利，都有自由声援柯P，为柯P的清白加油。因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这一个程序正义，所有的这些调查那个检调，这些这个检察官可以随便的搜索，啊，法院可以裁决，可以前后不一，那人民的这个权利是没有受到保障的。我们是纳税人，所有的检察官、法官领的是我们的薪水，我们的纳税钱。我们不允许你们这一些违法滥权、违法搜索，然后前后不一。我们要坚持守住我们人民的基本权益，所以我要为柯P加油，为柯P加油就是为我们人民加油，为在野党、为国民党啊加油！谢谢。我们的赖皮寮这一个赖清德自己贪污的弊案，他当过的台南市以及赖清德当副总统时候，蔡英文的高端护航高端臭鸡蛋，还有好多好多的弊案，还有快筛8800亿防疫高的前瞻，花了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，无耻到极点了。你要办先办蔡英文，对不对？赖清德，你有种，你是男生，你要先办蔡英文，先办陈吉仲，对不对？还有以前的卫福部长叫什么名字？陈时中。你有种，先办陈时中，因为那是纳税人的钱。你们说柯P是土地罪，还没查到金流，你们就收押上一个法官吴宝请回，没有新的市政，马上收押进监，这不是政治迫害？什么是政治迫害？非常无耻，可恶！我从拔菜就一直追着蔡英文，我无所畏惧，因为我是民进党的最资深的党员，我参与过党外的街头运动，争取言论自由，所以我今天的权利是我争取来的，不是赖清德、蔡英文给我的，你们屁都不是。我在街头运动为台湾的民主抗争的时候，你们还在当权贵，当国民党的权贵，所以我今天用我争取来的言论自由，我要严格的监督你们现在威权复辟、绿色恐怖，要超越国民党，他的独裁，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恶劣行径，大陆十几亿同胞也在看着你们，明明是中国人，拜的是自己的祖先，都是大陆来的，你却一再的割裂民族的感情，否定自己的祖先，你们就是畜生不如。我们就是炎黄子孙，错了吗？我们是中国人，错了吗？你是中华民国的领导人，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你怎么可以啊一再的操弄搞台独，现在又在挑拨俄罗斯
跟大陆的关系，这就是大草包。我这样说的，他是一个草包，不懂国际法，随便的将台湾引入更危险的境界。所以赖清德，你有种，你先办蔡英文，先办陈吉仲，先办陈时中。所以我们无所畏惧，我们就是要为柯P加油，再大声喊，好不好？好，柯主席加油！柯主席加油！我们来声援你！我们来声援你！全世界都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，这是政治迫害，这是政治迫害。柯P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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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挑战的是民进党的独裁，而不是包庇违法的贪污犯。在还没法院判决之前无罪推论，我都要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要声援他，也就是声援我们自己，因为司法不公、司法迫害随时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下一个可能就是国民党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疏忽了保护我们、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跟自由，不要受到司法迫害。我的诉求就是，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政治迫害，无罪推论，在还没有被判刑之前，我们都有权利、都有自由声援柯P，为柯P的清白加油。因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这一个程序正义，所有的这些调查那个检举调，这些这个检察官可以随便的搜索，啊，法院可以裁决，可以前后不一，那人民的这个权利是没有受到保障的。我们是纳税人，所有的检察官、法官领的是我们的薪水，我们的纳税钱。我们不允许你们这一些违法滥权、违法搜索，然后前后不一。我们要坚持守住我们人民的基本权益，所以我要为柯P加油，为柯P加油就是为我们人民加油，为在野党、为国民党啊加油，谢谢。谢谢警察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警察，我们喊一下柯文哲加油，，卢老板先生，我是土城分局长陈建龙，你们未经申请许可擅自违法集会，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第25条之规定，我依法向你们提出第一次警告，请你们立即解散群众，如有违法依法就办。现在是中华民国113年9月7日10时15分，10时15分。离开了，离开了。